水苗族自治县捐赠轮椅仪式。2009年9月7日，呢度系将要送出嘅轮椅。在此，请允许我代表县委、县人大常委会、县政府、县政协，对香港消旺李满福消保员慈善基金会的善举，表示衷心的感谢。诸位领导，诸位残疾人朋友们，大家好，很高兴今天来到广西永水县，这就是香港消防李满福消保员慈善基金捐赠仪式。在此，我代表捐赠方向前来参加捐赠仪式的这位领导和残疾人朋友，一个且亲属表示衷心的感谢。由于家庭经济困难的性质，要实现这个愿望非常困难，在上级有关部门的关怀和香港消旺李满福消保员基金会的帮助下，今天我终于实现这个愿望，我感到无比高兴和幸福。有了轮椅，我就有代步工具。在这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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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